今天这集非常的没有礼貌，对，老妹来老妹去，对我可以把老妹挂在，我在这边郑重的跟所有的民众说，真正的老妹是60岁开始。别人问我几岁，我会很勇敢的讲出自己的年龄，就不会想要去勇敢的，因为你回答完之后9000可能就要自己付了。最近有一个统计出来说，如果有这15个现象在的话，妹会感觉到自己上了年纪了啊，还没有抵达夜店，已经身心俱疲。现在去跳舞的话，真的是想要自己跳得开心。可是以前去跳舞会觉得那个男人在看我，对，就是我现在是全场焦点。那是求偶的舞蹈。对，可是现在跳就真的只是就是说，哎，来运动一下。上床睡觉是几点？差不多11点就可以躺着。不会饿吗？那就没有夜店这件事了。不需要夜店吗？那么吵。